Randy TV， 这里是四射小金刚极限生存运动会铁饼决赛现场。6400号选手上场，他热身。好，让我们屏住呼吸，旋转加速，出手了啊！一道美丽的弧线。哎，等一下，好像不是铁饼，是小金刚。小金刚成功了，小金刚完好无损。四射小金刚品质杠杠的。拭目以待。四射小金刚，品质杠杠的。Redmi TV， 这里是四射小金刚极限生存运动会90公斤级举重比赛现场。6400号选手信心满满。好，我们两台四射小金刚放置标准位置。好，双脚落位，准备。让我们拭目以待。起，漂亮漂亮，成功了。让我们看小金刚表现。小金刚完好无损，四射小金刚品质杠杠的。